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早晨，第二節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遠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啦。呢一節咧又講一單真係民主派大新聞啦，哇，簡直係成功爭取，哇，新假期啊！係咪支聯會首次成功爭取？上新假期封面啦、啊，咁樣唔係啊，周庸爭取㗎，周庸爭取啊，周庸爭取，張德江啊，你知呢件事啊？我知件事啊，蔡耀昌親自引證周庸真係幫佢爭取到攞回鄉政嘅，即係唔係其實唔係周庸爭取，周庸發布呢個消息嘅，咁啊。真係犀利！我儲埋啲 energy 呢一節大爆發，跟住第三第四交俾你哋。咁咧講蔡耀昌，大家應該遺忘咗呢個人㗎啦。咁樣我諗緊講唔講佢？其實蔡耀昌而家有冇身份㗎？支聯會副主席啊，咁樣啊？嗯，蔡耀昌。是即是没什么身份的是不是做民主党啊其实真的没什么身份的无端端我们一人一支咪我们计算上五支咪这样闹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不是很公道呢他出地球铺都不行了这样打给他问一下打不是那件事我们慢慢开始讲、蔡耀昌那呢就因为上一两个礼拜呢就周庸呢就上个月的三十号、上个月三十号即是两个多礼拜啦那呢就周庸走出来讲呢就说中央呢即是北京那里就話係會俾泛民可以攞翻回鄉證嘅，可以攞翻回鄉證咁樣。蔡耀昌就即刻衝去啊！第二日就去，係啦係啦，就去呢個辦證啊，辦呢個回鄉證。第二日就即刻衝去搞回鄉證，係啦係啦，唔係啊！不過我又唔記得叫你揾，就係當日講完話派發翻回鄉證，當日泛民嘅反應係咩？我唔係好記得啊！即係其實有啲唔係泛民通常唔係大多數嘅講法都話其實冇乜必要上去㗎啦咁樣，咁就即係亦都有啲就話咁當初嚟爭取，唔係阿李卓人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哦，咁咪即係你拉一派打一派咯，你而家就將我哋搞到溫和曬咁樣。好笑，唔使評論呢句嘢，你搞到即係嗰個意思係咁樣。呢個wording唔係，嗱個wording唔係咁樣，但係嗰個意思係咁樣嘅。OK，OK， 係啦，嗰個澄清翻先。OK， 好，蔡耀昌。佢第二日就走去申請個九衝啊，真係九衝賽九衝，跟住咧就就急十五號咧就可以攞翻。仲要係報章咧係影咗佢張回鄉證喎，即係其實已經係成功爭取咗噶啦。係蔡想俾張回鄉證你嗱，喂攞去影啊，張回鄉卡攞去影啊，影咗，跟住就知蔡耀昌原來叫 Richard 喎，哇好襯我想講，Richard 真係好 Richard 喎，真係好襯。咁就咁佢已經成功咧，嘗試去羅湖嗰度過關。因為申請完咧就辦到證，係啦，一辦到證咧，佢邊日？攞到張證話，佢十五號咧就可以攞嘅，但係點知嗰日咧就攞唔到，咁咧就要第二日咧先至可以，唔係琴日先至成功攞到張回鄉證。琴日攞到回鄉證啊，星期日喎。都照攞到啦，可能唔係因為禮拜六，禮拜六攞到張回鄉證之後咧，就佢係即日咧就翻即係廣州啦。有冇咁急啊？係啦，作為個香港男人，咁啊逗留咗22个钟头啊，咁即係呢個就咁快就搞掂啦。係啦係啦，咁佢著住件咧所謂嘅即係拒絕遺忘嘅 T 恤啦，呢個好笑，就重返廣州，即係唉拒絕遺忘啲乜嘢咧？究竟？佢自己聲稱就話著件64T上去都冇人阻攔咁樣，咁即係唔係佢唔係話冇人阻攔，佢係冇人阻攔，係冇人阻攔嘅，亦都冇人跟蹤佢，佢嘅講亦都冇人跟蹤。你意思即係話而家中國好開放啦，好自由啦咁樣，跟住我聽新聞啫嘛，聽電台嘛，跟住我心都諗一諗嚇。着六四 T 都冇事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即系败喎，即刻上网揿你着边件啦，拒绝嚟望系啊，点啫？16年版本，15年版本先系嘛？而家有 Sorry 啦，虽然有咯，哇咁大个肚腩，最大问题系咧，佢呢拒绝遗忘系啦，我以为系淘宝啊，嗰个喂老母食，俾老虎食嗰个出噶。
喺淘寶出拒絕遺忘我老母啊嘛。最緊要蔡耀昌話上去嗰陣時會著件六四 T 表達自己嘅訴求。死揾難揾揾到件最唔關事。最慘佢另一個講法就係話：誒、欸，我雖然咧有啲嘢上到去會繼續做，即係可能係爭取平反六四乜撚嘢都好啦。但係佢就話咧，但我就唔會刻意咧去挑釁咧當局嘅神經，即係中共嘅神經咁樣樣。咁你。咁你著呢件上去，咁咪咁都啱嘅。你唔刻意貼，死揾爛佢，咪揾件拒絕遺忘嘅 T 上去咯。你起碼揾件有蠟燭啊，大佬，即係咁講，攞件薪火相傳上去嘛。做咩噶？呢資訊？唔係佢仲咁樣講嘅。蔡耀昌咧，佢就話。可以攞翻回鄉證同埋呢個出入境嘅自由咧，係本身就應該嘅，因為之前咧係一個被剝削嘅權利。咁佢就繼續講啦，佢話會做應該做嘅事咧，都會繼續做。佢會同咧內地維權人士見面，但係咧短期裡面就未有確實嘅計劃咧，再翻去大陸。咁就會視乎呢個需要啦。如果咧要翻去呢個大陸咧，都要睇下啲。都要即系都想再翻去大陸睇下啲民情咁話。唔係，咪再補充多少少啦，就話佢今次即係所謂翻去中國嗰度咧，就做啲乜嘢咧？咁其實今次咧，佢話係喺廣州度探兩個朋友嘅，去呢個越秀區同埋天河區度遊覽，亦都去書城買啲書俾個女。嗯，係啦，咁就旅遊係啦，其實個旅遊嘅，好開心。佢就話點解？我聽到都覺得開心啊！我聽到都覺得感動啊！即係戥佢高興係嘛？我梗係戥你高興啦！你身為一個中國人。系几廿年嚟冇翻过自己嘅家乡中国，你又咁恨翻去，一话有回乡证，第二日九冲申请，一攞到证，第二日九冲上广州，即刻买书俾个女，即刻探 friend， 即刻去翻廿几年冇去嘅广州，我梗系等你感动啦，眼湿湿捞住俾人扫完背脊咁样。佢表现出嚟系非常之高兴，虽然佢嘅口话唔系特别高兴。食屎啦，唔系特别高，第二日就九冲。系咯，仲要周融一话诶，泛民主派人士可以攞回乡证之后，第二日。即刻去申請。喂，我真係恭喜你啊！你咁幸去，有乜所謂啫？喂，大家作為一個 human being， 作為人類，你想去嘅地方，你恨去，人哋俾你，你咪去咯，唔好翻轉頭咯，咁幸去。好啦，講嗱幾個層面，從阿蔡耀昌個人層面出發先。第一，喂，攞到回鄉證，唔好講咁多，大仁大義在公，為香港，為中國。翻去搞建設民主中國，係翻去搞民主運動，交俾你啦！而家成個民主派得你有回鄉證嘅，你想去點解？胡志偉都有，胡志偉都有㗎，係嘛？胡志偉而家第一個有回鄉證嘅民主黨主席，係因為佢從來都有嘅，係嘛？啊，買佢佢只有申請翻嘅，佢應該從來冇俾人 ban 過，係唔記得咗 ban 名單都係冇佢份嘅 ，ban 漏咗。佢同東九龍關注組一撚樣，同佢佔領俾人拉嗰只一樣啊！佢翻拉漏咗啊！啲过关冇过机就咁行过去嘛？个公安六 X 有个中女社六 X 有录唔到啊！冇你个名喎、啊，你肯定你系咩人 ban？ 你个样子就几面熟，等我睇一睇 check 打埋上个好招牌名啊！让他过吧，让他过，让他过。有几期好啦，唔好讲咁多。蔡耀昌、胡志伟，你而家第一件事。翻去搞建設民主中國，唔好講咁多，唔好阻住香港個圍院，唔好阻住個運動場，我想踢波，純粹係咁樣，為咗香港人嘅康樂活動，你上去搞民主中國，即刻搞，第二日就九衝上去搞，你而家做咗十年政咁把炮啦，點解唔上去搞啫？我都唔明。喂，呢件事為咗香港人嘅民主，為咗香港福祉，你都要上去搞建設民主中國，點解呢？因为是你自己民主党，你哋班泛民自己亲口讲嘅，中国冇民主，香港都冇民主，系咁即系话事有先后缓急，即系无规矩啊，不能方圆咁样，系咪先？喂，所以翻去搞大陆嘅民主，系为咗香港嘅民主而去啊，一个铺路嘅，因为是你讲的嘛，那件事大陆没有民主，香港就没有民主嘛，是你讲的嘛，那当然要搞了大陆的民主先啦。如果不是的话，你只是在香港又说选举都用又胜又筹款又说要搞民主推动民主，那就全部都是呃人啦。好啦，以前不是的，因为你说你没有回乡证嘛，你上不到大陆嘛，那你在香港就算是勾搞啊，即係都搞下，都叫做都叫搞過啊，叫做感受個民主過程啊，咁樣啊，我都當你講得過啦呢件事。哦，而家你有回鄉證又唔同啦，你
你有一個渠道可以喺香喺中國嘅土地，你禁恨翻去嘅中國嘅土地搞民主，梗係要做啦。係，我又唔明點解唔做，跟住咯，要翻工不了啦，可能佢都會去到。好啦，唔係啦，可能你有另一個説法啦。咁我都體諒你嘅，睇你個樣子我都知嘅。佢英文名叫咩啊 ？Richard 啊嘛。咁你話喂唔係喎，喺大陸搞危險喎，我哋喺香港搞嗱咁都得。咁你以後就淨係搞中國民主運動得啦，唔使搞香港冇你嘅事。香港唔係冇你嘅事啊。咁有次序啊嘛，冇拉埋嚟講，你自己講噶嘛，中國冇民主，香港冇民主，你講噶嘛，搞佢先，搞佢先。喂，有回鄉即刻翻去搞啦，近啲啊嘛，近啲啊嘛。喂，你自己都為翻去睇民情啦，即係話去到近啲好啦，翻去搞啦，唔好阻住我哋啦，我要踢波喺維園，唔使跟隊啊，搞啦，即係呢個係你要需要做你嘅使命嚟噶嘛。好啦，另一樣嘢啦，即係呢個在於佢。佢嗰個立場去做啦，好啦，另一樣嘢啦，唔係佢嘅立場啦，在於成個泛民嗰方面嗰個立場啦。喂，今次真係足招，我想講，多年嚟即係嗱，今次話俾翻回鄉證泛民，係蔡耀昌九沖去申請，仲有喎、九沖之餘咧，係通知曬記者嘅喎，唔通知記者，記者點報啊？点会咁大肆宣扬啊？即系话佢觉得呢件事系 positive 嘅、佢觉得呢个系抗争成功其中一个抗争，因为佢有揭露性。唔系佢都讲到就话佢所谓重新攞翻呢个回乡证嘅时候咧，佢嘅心情就并非特别高兴。咁但系咧搭上呢个罗湖桥嘅时候，一刻咧就感觉到非常之特别啊！咁我话作为中国人咧，我只系领回应有嘅回乡权同埋自由啫。唔係呢個係說法嚟嘅，咁你應唔應有呢一樣嘢？咁係咁係應該有嘅，咁講係咪？即係佢係應得嘅。咁佢中國人啊嘛，咁佢中國人梗係應得啦。咁樣但係在於泛民喺呢個組織嘅立場，其實係好古怪嘅呢件事。因為其他人嘅反應係古怪啊嘛，即係明報有講咩何俊仁啊、李卓仁啊嗰啲問，喂，未有打算申請啊？李森全部都話唔申請住。羅冠聰都未有打算翻，冇打算申請，唔申請冇需要申請，全部都係咁樣。嗰個問題乜嘢呢？嗰個問題就係多年嚟咧，民主派掛喺嘴邊口口聲聲咧，都話一講民主，就中國有民主，一講大陸關係，唔係，一講同大陸嘅關係啊，一話爭取乜嘢啊，就話你睇我哋呢啲香港人呢啲議員，連回鄉證都冇嘅，成日掛喺嘴邊嘅喎，成日都話要呢樣嘢嘅喎，成日都話要回鄉證嘅喎，跟住啲人咧，即係李慧瓊啊嗰啲民建聯都最興嘅講咧，嗱你哋啲民主派要多啲翻大陸睇下，睇下而家個祖國咧幾咁進步，跟住佢第二句就話我都冇回鄉證，中國唔俾回鄉證我，好啦，而家俾啦。啊！真係葉公好龍喎，要翻工不了。即係啊，係啊，何俊仁 exactly 咁樣講啊，你揾翻佢嘅説法出嚟。何俊仁話暫時不會申請，因為咧最近工作繁忙，復活節後咧會再思考。支聯會林浩基要翻工不了，不過你唔知呢句係咩演出。係啦係啦。喂，最慘就係多年嚟喺度講，即係你以申請唔到回鄉證自居啊。以申請唔到回鄉證作為一個 trophy， 作為一個被打壓嘅事件，一個係啦被打壓嘅事件，作為一個光環，就話俾人聽，我係冇回鄉證嘅，冇回鄉證就等於我係民主鬥士啦咁樣，一路都夾住呢樣嘢。但係其實之前黃達都半踢爆啦，佢話喂，其實你唔申請啫嘛，你申請可能係有嘅喎，即係個 blacklist 可能已經冇咗嘅咯。點解會冇咗？update window 十個人 delete 咗有幾期啦，咁即係可以係咁樣，或者某程度上一個政治放寬都會有嘅。但係你估佢哋知唔知？我估佢哋係知嘅，我估佢哋係知道有機會可以申請翻嘅。而最慘嗰樣嘢係咩咧？當權者上個月大大聲聲話：喂，其實你可以申請翻喎，你試下笨，成班即刻要翻工不了。最慘蔡元昌而家走出嚟話申請唔緊要，你恨翻大陸唔緊要，要買書俾個女唔緊要，你唔識淘寶唔識支付寶都唔緊要，唔好約記者啊嘛。佢覺得呢件事係件事喎，係佢覺咩？你明白嗰樣嘢就係原本我冇回鄉證係 trophy， 係一個光環。而家咁點解你有回鄉證又係一個光環要揾記者訪問啫？因為佢成功追到建六四 T 入大陸。咁剩低嗰班支聯會點咧？
情何以堪？有冇傾過先？成班人企曬喺度啦，即係咪真係企喺度嗱？我感覺佢哋個款係企喺度㗎。係咪一你亦都有啲即係佢啲講法亦都係有啲轉變嘅，就可能朱耀明啦，佢就話即係過往就講話所謂咩即係香中國有民主就香港先有民主啦，而家就話而家就冇計劃翻去啦，冇計劃申請啦。咁只要一日咧有呢個基督教友咧喺大陸坐監咧，翻大陸都係冇意思嘅。喂，咁但係佢唔信基督教嗰啲唔係人，朱耀明即係唔使救嗰啲人係嘛？即係唔使幫。唔係基督教，唔係人啦，即係眼中落地獄啦，黐線，完全唔理解呢班人做乜嘢嘅。係啊，即係嗰個狀況就係你冇嘅時候，佢就話你冇俾佢申請嘅時候，佢就話要申請嘅話，人哋打壓佢咁樣。而家個狀況就係俾你申請嘅時候咧，你又話唔好啦，太黑暗啦入面真係，真係假設喂佢唔黑暗嘅話，我先翻去啦咁樣，即係個狀況有啲改變咯。咁唔黑暗要你去爭取噶嘛？而家俾埋回鄉證你咯，仲唔翻去爭取？跟住我唔係大陸咁危險啊，香港搞得啦咁樣，香港都危險，不如你走啦。你翻第二度搞咯，我想踢波啊！郭德超咁樣講，阻住個球場。仲有啲其他即係泛民中人咧，都有啲回應嘅，譬如張文光咁啊，支聯會常委啊，張文光佢就話，短期內就冇諗住申請嘅，但係將來咧都會諗住申請翻去大陸咧，就探下老豆老母咁樣嘅。唔係嗰個係另一件事，係嗰個你你話佢哋恨唔恨去？係嗱，個人即係。個人情感就算咧，不如佢好中意旅行嘅咁樣，佢好中意哇，去九寨溝喎，要去長城喎，要到長城啊，真係飛好漢喎，點解真係要好撚緊要嘅喎？要買翻件 T 恤，即係艾心中國咁樣喎，艾粒艾粒，要整翻件喎，咁喺北到長城嗰件 T 喎，要買。你有一個旅行嘅心，唉，是但啦，即係冇，即係冇撚所謂啊嘛，屌算鳩數。唔係，我可以點話啫？即係但嗰樣嘢你要留意就係過往咁多年嚟，你當呢個係一個光環，今日而家俾到你，你又唔好意思嗌成功爭取到，咁你班人置於何地呢？咁所謂搞民主啦，咁樣好啦。呢兩嘢都唔講，講埋第三樣嘢啦。喂，如果呢班友係真心嘅，如果呢班堅係搞民主運動又維權啦又成嘅，徐昌有講啦，翻去咧就係、是、探阿樓下。佢最想探樓下，佢最想探樓下啫。我相信亦都冇乜咁嘅機會嘅。我都建議，如果你探，你真係探呢啲算啦，真係。即係我唔知道你真唔真啊！即係因為我唔知道你佢係咪真係想去搞啲串連啊嗰啲嘢。跟住佢話其實過關嗰陣唔感覺有俾人跟蹤啊，成啊。你會知俾人跟蹤咩菜狗？以你嘅款，以我你一心就有冇狗衝先？屌你真係！有時我都唔想以貌取人，你睇你個樣，你出多次個樣，你鳩有呢個出多次，你鳩有呢個智慧會俾人跟蹤咩？我想講，哇！唔好意思啊，以貌取人嘅呢下擺明係弱，擺明係欺凌你嘅。哇！但最慘佢買嗰張翻大陸翻廣州嗰張飛，好睇，係個二等座啲飛嚟噶嘛？你坐埋一齊，人哋當你民工啫嘛，係咪先？你仲買二等座，你買頭等好啲啊！爭幾多少錢啫？爭廿蚊啫嘛！唔係啊，佢係搭和諧號噶，係和諧號二等座咯。佢真係認同咗高鐵噶，佢真係喂。我説嗰樣嗰、那個策略上唔好講，嗰、那個危險。另外一樣嘢係乜嘢？另外一樣嘢，喂，如果係真心嗱，即係撇除曬所有我哋對於佢嘅偏見，如果你真係搞民主運動，佢真係想搞串連，真係咁高調搞嘅，聯絡啲維權人士，你作為一個喺香港都有名有姓，報紙會報你，你唔好去啦。喂，你聯絡啲咩人，見到啲咩人？喂，如果我作為一個大陸，唔好話維權人士啊，可能我喺大陸負責翻牆啊，搞下啲咩信息啊，聯絡下嗰啲，你嚟探我，喂，敬謝不敏啊，真係。係。隨時拉鳩咗㗎，我想講。喂，唔好要我曝光啊，係咪先？坦白講，你勉強都係有頭有面啦、啊，蔡狗，起碼我都用一節嚟去講你啊，即係如果係真啊，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真，哇、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土地裏邊。有不少是維權人士，亦都佢哋
抗爭的成本比我們高，他要面對的壓力或者面對的風險一定是比香港大，如果不是蔡昌他包上去搞很久了，一定風險比較大。好了，現在你在香港搞到有聲有色，哇又紅了又威了又出名又支聯會又哭腔又拿去支聯霸住個球場不讓我踢球了，跟住又說買個單位搞六四紀念館，發覺不夠大籌錢買個大啲啦，而家咁巴閉啦，喂你要有頭有面，我喺上面抗爭咁危險嘅時候，你話上嚟探我，唔好搞啦，你探啲出名嘅算啦，即係你要你探咧就探翻啲都係有人監視就算啦，坦白講，不過就算係咁有人監視嗰啲，都覺得你唔好嚟滾搞我啦，呢個係真心嘅，呢個係即係不過我覺得你哋會知啦，或者如果支聯會係真心搞嘅話，如果佢真係有一啲串連嘅話，佢哋都會揾一啲即係。即係冇咁出名低調啲嘅，一向都有回鄉證啊！即係我又兜頭咁樣講啦。但係蔡昌，你啊真係唔使啦，即係你都係買書擺啦。你翻去啊旅行算啦，你哋我又唔係太介意。即係譬如講，地獄鬼國啊，生活得唔好啊，你去啫，唔關我事啊嘛。你去啫，咁樣你唔好惹埋啲病翻嚟得啦。咁樣即係你都有黨友嘅何偉棠，即係。交电话费噶嘛？屌，唔系好贵，第二个系咩？即系但系呢件事系对民主，即系又唔可以话拉一派打一派。咁你争取噶嘛？你话要回乡证嘛？你话系你嘅权利啊嘛？即系嗱，有人话对于回乡呢两个字都有说法啦，是但啦，嗰个通行证有咩啦？港澳通行证咁都俾你啦，俾你咪要咯。既然你争取，咪要，你唔申即系其他人唔申请或者唔去。是另一件事咁樣，譬如我屋企人係不斷叫我申請嘅，早前係因為我都有屋企人喺中國大陸，咁其實邊個冇啊？你都係九啊，有成有，你都係九中申請啊？可能冇 backlist 到啩？唔係啊，我幾年前係九中申請嘅，因為阿 friend 送我張飛俾我翻去睇 NBA 嘛，上海賽有冇拒絕遺忘啊？點嚇我？唔好講。唔系啊，你咪叫 Rich 啊！我都 confess， 唔好 confess 啊！即系翻到唔系咩罪孽嚟嘅，我系觉得。但我一路都冇申请，我十几年冇申请嘅，即系我2003年去完上海一次，我冇再申请嘅。咁之后上一次就2015年，2013年，2013年，咁就用10年嘅嗰张就可以系嘛？好似系，我唔记得，我唔知摆咗去边啦，已经系啊，我多谢 friend 咁样，咁就哇有波睇喎，跟住九衝去睇啦，即係每人即係可能大陸都自己有啲親戚啊，有自己可能有啲一啲嘢要需要翻大陸咁，咪要咪翻咯，即係咪翻咯？你唔需要講俾人聽自己九衝去申請嘅，所以就係嗰個問題，點解你可以一次過通行證噶嘛？有點解會就係點解會咁高調嘅嗰件事？高調話俾人聽，因為嗰樣嘢究竟是否一個成功爭取嘅光環呢？我唔知嘅，即係我哋眼中就覺得呢件事即係不以為然啦。第一就係翻大陸啦，第二就係蔡耀昌啦，有啲耐人尋味咯。蔡耀昌嘅係啊，嗱，我唔知道黃絲帶嘅眼中佢嗰個感受係點樣啦。但係你睇其他支聯會嘅人，即係何俊仁、李卓仁嘅反應，你就覺得。我有少覺得其實蔡耀昌本身有冇通知過佢哋班兄弟啊？其實咧，支聯會啊同埋民主派人士啊就話蔡耀昌咧翻大陸呢件事咧，事前咧佢哋係冇知會到支聯會咁樣。估到佢啦，咁係第二日就九衝。係啊，所以咧即係坊間可能有啲評論就係會民主派啊或者支聯會攞蔡耀昌嚟試水温，所以九衝上去咧就唔係咁唔係試水温嘅。我覺得如果即係假設試水温嚟講，嗰個你又嗰個食相就太難睇嘅啩，係咪先？屌你真，即系你话佢样咋？唔系，即系成个行为，冲得咁快去申请都真系几得黐线噶嘛？唔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喺申请嘅时候高调，系啦，就开个记者会就话我哋去申请，我而家就申请睇下得唔得啊？得屌，即系都奶噶，唔系咁啊？好，我而家就试下闯关得唔得咁样？即系啊又得喎，系即系六四天咁，但系又得喎，去中南海得唔得？都得喎，南海就唔係個個得啊！你走去 M F 51啦，傻啊！喺 T 安門嗰度影張相嘅第一，咁你點啊？即係你而家好啦，有回鄉證啦，咁你好喂，咁嗰個邏輯係乜嘢？個邏輯就係你要翻去搞建設民主中國，因為係你自己講中國冇民主，香港冇民主，所以。
香港嘅民主就靠曬你，要翻大陸搞。跟住如果你話唔係要離遠搞嘅，做咩啊？放只無人潛水艇過去啊？唔係，所以而家對於大陸都有咧。唔係，所以而家對於即係建設民主中國嘅任務咧，即係主要講支聯會又好啊，泛民又好，民主黨又好啦，而家已經交咗俾蔡耀昌做嘅。唔係，你個個都得，申請咪得咯。唔係，其他翻工不了啊嘛，即係就推咗一個人。唔係啊，咁起碼係有咗申請，你唔申請啫嘛。係咪高啊 head 咯，成班一齊上去咯，下年。搞啦你哋搞點解我唔明白，即係一定做啦，即刻做，快啲做，聽日就去申請啦，叫個秘書幫你申請啦，有幾難啫呢樣。去翻天安門搞燭光集會得唔得？邊度都好啦，即係你話喂天安門即係驚觸動神經喎，太近啦，遠啲咧，西藏咧，西藏新疆搞嚟，新疆搞。我覺得可能冇事咁嘅啫，咁係，唔係我又唔係想你有事嘅。勾結，唔係你嗱又咁講喎，廿幾年嚟喎，即係六四到而家廿幾年嚟喎，你哋有回鄉證喎，23年嚟第一次有回鄉證喎。既然都揸咗喺手啦，有呢個武器喺手啦，可以再踏近個政權多一步咯。即係點解唔去拉近呢個距離呢，咁樣即係以一個抗爭，或者以一個你搞到佢溫和曬呢個，我諗翻就覺得好笑啦。咁樣係我嗱，而家佢哋面對呢個問題，即係將要其實呢個公關嘅問題，即係其實記者係要問嘅。嗱，而家你有得申請，你有得上去啦，咁你去唔去先？去到會做啲咩先？咁樣咁嗰樣佢哋需要嗱，我唔知啦。即係蔡卓翻翻嚟之後，會唔會俾呢班人俾班支聯會圍插啦？係做乜 call 記者啊，大佬？可能唔落翻嚟咧。你翻咗嚟啦，即刻翻嚟！你交成村人柒曬啦，屌你真係。其實係噶，其實係噶，我諗唔明個策略上點解要咁樣 call 記者高調？明報、蘋果、01爭相報導大大版，今日明報係頭條添。係，有咩值得頭條啊？我都唔明。蔡耀昌咧，話佢係回鄉證。但可能放啲黃絲豬嚟講咧，呢、這個真係成功爭取。我覺得要探討嗱，其實而家個我係 hesitate 嘅，我係 hesitate 嘅，因為其實係要探討黃絲帶嘅口吻咧，即係蔡昌咁樣翻到係咪一個好正面嘅事嘅？如果係呢班友照計會去噶嘛，即係李卓人啊，係咯係咯係咯，咁啊其實佢哋會拉啲 band 打。但係點解明報啲咁隆重歧視咧？我咪就係唔係咯？唔係其實嗰個狀況就係、是，如果假設佢係能夠即係嗰個民情冇改變到嘅話，其實佢喂假設係可能十年前或者五年前嘅話，佢哋真係可能好高興㗎。即係嗰個對於中國嗰個情緒冇咁激烈嘅時候，咁但係而家只不過個中國矛盾太嚴重嘅時候，咁咪搞到喂對於佢哋都唔知點算咯，就係、是、俾你申請嘅時候，唔係嗰陣都會葉公好龍嘅。系，即系嗰阵都会，即系我而家，因为嗰个问题就系当初你系大大声话我冇回乡证，系我系民主斗士，嗰样嘢廉洁噶嘛，系，但系咁我而家俾你啦，咁你仲系咪民主斗士？你咪即刻晾咗喺度咯。系，但系其实俾回乡证你更加正正系可以证明你可以做一个民主斗士噶嘛，真系，系，想咧？俾个 pass 你，想咧？做个坚实嘅民主斗士，坚啊，但系真心讲，真系。真係唔好亂咁連結你啲 friend， 即係大係累死佢。你真係為咗佢哋好，你真係為我係真心。耐人尋味啦，成件事係啊，切頭切尾。好，休息一陣。